今天要到这边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可能我们的新政府环保署开的第一枪就是要禁烧煤，哦，有可能哦。我是希望真的能够实现。原本云林县议会本来就是那个地方的条例说要那个台塑禁烧那个生煤石油焦，因为这个是造成 PM2.5 来源的一个主要就是烧这两个东西，像我的家乡美浓常常被说是好山好水，可是好多污染，我们那边空气很不好，我的小孩慢性鼻炎，我在去年的八月中开始咳到今年的好像是三月才停下来，咳了好久好久，因为中间我就譬如说我去到台中，台中那个附近的小学在做讲座的时候，然后那天刚好直报的时候，哇，我回来就咳得更惨。然后埔里也是，那次去埔里也是直报的日子，哦，那现在换风向了，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中南部啊，慢慢的往北边走，到这边桃园一样，风向一换，这边也有可能是直报。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单区域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它是跨区域的问题，所以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关心这个议题。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那在云林呢，有一批年轻人，哦，他们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叫做"自从六亲来了"，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上去看一下，帮他们按个赞，按个赞。他们都是不断的在提供有关这个议题的各式各样的知识。那我有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哇，非常了不起，因为那个条件非常非常的恶劣，但是愿意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就是真的是蹲下来好好的做一些事情。那有关禁烧生煤石油焦，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想要促成这个事情。然后我下一首歌叫《唔弯不怨》啊，唔烟哈，唔烟是在写，就是写给这个工作室这些成员，啊，这成员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叫做吴松林，哦，一个很年轻的，他带了比他更年轻的这个团队在那边试图想要改变他们家乡的一些什么事情，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啦，哦，是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哦，是很有机会的。嗯，啊，意思是 还剩五分钟对不对？还剩五分钟吗？好 OK， 那还剩五分钟的话，对不起，我好激活，讲了好多的事情。那 OK， 我觉得在这边发条音乐节，在这边在中壢办很不容易哈。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跟那个主办单位问说，你们能打平吗？他们说现在资金的缺口大概是二三十万哈。那我很期待在这边能够在这边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活动，给桃园的乡亲能够一起度过很美好的两天哈。那我们今天有那个募款箱在这边哈，待会其实大家可以随便捐。那我今天，那，哎，我请大家帮忙捐乐捐哈，我不捐好像这样说不过去嘛。那我今天就顺便把我的演出费都捐下去了，这样。大家一起促成嘛哈，我们就一起促成。那不要让人家讲说我们桃园是文化沙漠嘛，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大家共同来支撑的，可以办下去啊。给这些在地的这些人，我觉得一个支持，不要觉得都做这个东西不仅是青春耗费下去，还要自己贴钱，我觉得这样也不合理哈。那我就唱我最后一首歌叫《唔弯》啊，那我就结束之后我要去赶高铁，因为我如果不赶到七点那一班的话，我要花1000块搭计程车回家，好，所以我今天就不安口，我就先讲哈，《唔弯》。
幸福已破土，养出滚滚红衣，不疲长征过，有贼冲天过，还有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